我是江迪文，我到底有多喜欢张博洋老师？就这样说吧，喜欢到我舍友会吐槽我。我呢是2020届新入职格力国际管理部的新员工，可能有点突兀，是不是？刚刚在聊张博洋怎么做自我介绍了，我对张博洋老师的喜爱只能支撑我聊这么长时间。我想哭啊。挺好的，我觉得很难得见如新这样，那以前真的开会做方案都可自信了。格力嘛，就是制造业企业，很辛苦，很多部门都是要加班的，但是国际管理部很少加班。然后昨天我加了班，加班的原因很可笑，是格力花钱让我加班来写稿子吐槽格力。在这里我想问一下董姐，您的兴趣爱好为什么有点特别？哦，他真敢想，跪下来了，这个就有点讽刺了。我说这么多呢，其实就想告诉大家，我作为一个2020届新走入职场的一个大学生，希望各位常怀想象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Pete。